欢迎收看 DJI OM4 系列教学视频。分身全景模式采用多张照片合成技术，简化拍摄难度，激发你的创意。本视频将展示如何利用分身全景模式拍摄分身照片。切换到前置摄像头，切换拍摄模式至全景拍摄，点击顶部的全景类型，选择分身全景，按下快门，在倒计时结束前来到指定位置，注意人物不要超出提示范围。当照片拍摄结束后，来到下一个拍摄点等待拍摄，按以上步骤直到拍摄结束。拍摄结束， DJI Mimo App 将自动为您完成拼接。感谢您的观看。